华海鲜菜馆由1994年开业至今，已经有成20多年嘅历史噶啦。佢喺呢一度咧屹立不倒咁多年，好多搬嚟咗嘅街坊咧都特登翻嚟食呢度嘅菜式噶。点心先，呢一度嘅点心全部都系即叫即蒸，最紧要咧都系老师傅嘅传统手艺，唔系周围都食到噶。等我逐样介绍俾你啦。首先系庆华鲜虾饺、鱼子酱烧卖王、鲍鱼烧卖王、鹌鹑蛋烧卖、怀旧大包、怀旧糯米鸡、大子菜苗饺、椰汁红豆、桂花糕。首先梗系要食翻个庆华鲜虾饺先啦，睇见佢咧皮薄馅靓，真系流晒口水啊！试下先，入面啊真系好多虾肉啊，好好食啊！啲虾咧仲要系好鲜甜添。跟住落嚟咧就要试翻呢两个咯，哇！睇到都觉得矜贵啊，就系呢个咧鲍鱼烧卖王同埋呢个鱼子酱烧卖王啦。除咗咧一睇到佢咧个好惊喜之外咧，入面咧仲有一粒啊虾，大大粒啊，同埋咧我依家已经咧周围成日食到咧系鱼肉烧卖，呢度系猪肉烧卖嚟噶，真系好开心啊！试下呢个鱼子酱烧卖王先啦，啲鱼子酱啊，我真系未咬落去咧，已经系齿甲流香啦，好精彩啊！呢度仲有好多怀旧嘅美食啊，好似系怀旧糯米鸡啊等等，咁我咧就要拣呢个大包啦。睇下大包有啲咩嘢食喺入面先。哇，入面有冬菇啦，有猪肉啊，有菜啊，仲有鸡添啊，试下先。整个包充满肉汁啊，同埋咧啖啖肉真系好好食啊！食完呢啲点心之后咧，跟住就要食翻个甜品啦。哇，呢个甜品真系好少见啦！平时咧食桂花糕咧又食得多，食红豆椰汁糕又食得多，但系两个 mix 埋咧，我真系少见啦。试下先，好得意啊！佢有呢个咧桂花糕嘅清甜，跟住又有椰汁红豆糕嗰种嘅甜味喎。真系连 share 杯桶啊！记住嚟呢度试啦。咁今日介绍俾你嘅呢啲菜式咧，个味道都系由淡到浓味嘅。好似喺我面前呢个咧就系薯仔牛柳粒，跟住就系酱黄板烧 B B 猪，最后咧就食呢个最浓味嘅石锅麻辣鸡啦。咁等我试下咧呢一个嘅牛柳粒系点样先。首先咧，佢一上碟嘅时候咧，我就闻到咧好浓烈呢个薯仔嘅香味啦，所以我要试下先啦。這個真的很好吃啊，它呢已经索满一些的味道下去，很香浓，而且呢还要呢是炸得刚刚好的外脆内软。跟住下来当然要试下它的牛柳粒啦，师傅呢煮到它呢是锁住肉汁的，加上一点点的黑椒粒下去，这个很野味啊，可以吃多几碗饭啊。跟住落嚟咧，就要试下呢一个嘅 B B 猪啦。呢个 B B 猪咧，师傅话系用咗啲秘制酱料嘅，真系要试下嗰个味道先啦。B B 猪咧嗰个嘅肉咧好嫩滑嘅，咁啊食到咧少少嘅香草味道喎。咁而且咧平时我哋食咧呢嘅烧猪啦，都系即系走来成个乳猪咁上噶嘛。这个呢就完全吃到一种 fusion 的菜式的味道，就好像呢有一个西式又 mix 了中式的味道。跟住下来呢就要试我最喜欢的麻辣鸡了。平时呢在外面呢通常都是吃麻辣鸡煲这样，但这里呢就很特别了，这里呢分量十足之余呢还是用个石锅去上的，试一下先。雞肉咧，除了有肉汁之外咧，仲要啊鎖住咗啲辣味。咁咧呢個就係香香辣辣嘅。咁啊，師傅話俾我聽咧，如果中意食大辣嘅話咧，咁啊可以加多啲嘅辣椒俾你啦，因為佢有唔同
的辣度的。但是呢我今次吃這個就是小辣，就是感覺到那個舌頭有一點的刺激感，吃得到多一些雞肉的鮮嫩味，還有吃到很多這個香濃的感覺。這裡的美食這麼廣為人知，而且屹立不倒這麼多年，一定有它的秘密的。而要知道這個秘密的話，當然要找這裡的大廚啦。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慶華海鮮菜館的大廚 Gary。 Hello 一起試菜的 Gary 你好啊。你好。我想知道為什麼這些東西這麼好吃的。這麼好吃，一般呢我們採用這個大排檔的風味，即是多年的大排檔的風味呢，就即叫即炒，鑊氣十足。但是一樣東西就是有一樣東西都很重要的，也都要食。我當然做了這麼多年人來說，就是希望食物跟人這樣口味的這個字眼去做東西的。食物跟人，我剛才吃完之後呢，我都真的哇要日日來吃這裡的小菜了。我知道這個小菜呢最人氣的就是這個 XO 上小炒王啦，試一下先。其實看個樣子已經流曬口水了，因為呢真的份量十足啊，有很多不同的料啊，試一下腰果啊，又有蝦啊，又有魷魚啊，試一下這些的韭菜花。這裡的韭菜花吃出來是很漂亮的，因為沒有渣的喎。但是呢外面呢市道呢就很多種韭菜花不同的，但是我們做生意來說呢，一般呢都是用比較漂亮的韭菜花去做的。接著下來呢就要試一下這裡的石鍋胡椒蝦了。他們的蝦大到呢要一開二，好像我手掌那麼大隻的。師傅，這裡的蝦呢是用了什麼蝦？我是用了一些大花蝦來做的。哦，真的很大隻啊。是啊，很香的。很少呢試到這些胡椒蝦，試一下什麼味道。好啊。淡淡肉香，而且那些胡椒又不會真的搶了個蝦肉的味道，那就真的互相輝映。沒錯，特別香口，還有入口就是有少少的辣而已。我覺得即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辣的，我覺得真的不是說很辣的，只是少少的這個胡椒調出個味道而已，可以試一下這個了。接著下來這個呢，哇很得意喔，這個呢個顏色呢很吸引人啊，拔絲咕嚕肉啊。這些菜都不簡單喔，雖然周圍都吃到咕嚕肉。沒錯，這個又如何做法呢？你試一下先看有什麼特別。試一下先啦，一咬下去就知道已經都不用嚼。為什麼呢？一咬下去呢，外脆內軟，還有呢哇看到我很 juicy 鎖住肉汁。沒錯，我是採用這個新鮮豬肉來做的。新鮮的豬頸肉。沒錯。很整胃的，這個如果來送飯的話，我想我今晚可以吃到兩碗飯。多謝你的介紹，這裡的餸全部都很好吃啊。大排檔風味除了要有鑊氣大碟，最重要就是好吃。下次我們約在這裡 gathering 啊。慶華海鮮菜館地址：新蒲崗仁愛街10-12號地下，電話3612-4593，交通如果搭港鐵的朋友可以搭到去鑽石山 A2 出口出，如果搭巴士的朋友可以搭5C、9、6D、95、203E，又或者是21號巴士。如果搭綠色小巴的朋友，可以搭黃大仙去景福街落，又或者鑽石山響越秀商場落。如果搭紅色小巴的朋友，可以搭由佐敦道去觀塘方向來回線，都經新蒲崗㗎。